最後的機會，去到7月28號之前，盡量抽多啲時間嚟睇呢個紀念展啦。這次的歌迷分享有缘饭呢，一共籌得了有70多万的善款，然後呢，他一共派發了16604盒的盒饭有名饭，同时呢有超过8300多个家庭受惠。那现在呢，疫情已经过去了，也希望呢，陈太特别希望啊，通过有名饭让大家能够重新出发，把 Leslie 的这种真善美一直的传承下去。这个是我这个展览的一个闭幕的，可以说是一个 closing event。一个活动，就是我们闭幕的一个活动。到时候呢，我们请了很多艺人来演出。进的。